大哥，你明天就要走了，不要再说这些孩子气的话，送回去。就是因为你没有吗？你没有别人就不配拥有吗？没官，我和我娘的一世就见不到了。我跟死了有什么分别？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生死何惧，天地何小？ 知道，再续写四年进去，不
放悲声。殿下，要关宫门了。那就娘先回去了，明天后宫还有些事。儿也回去了。啊，宫门何下药？我儿真是穿什么？娘还能回哪儿去啊？